大家好 ,STDOM 依家就喺呢个 MTR Mobile 入面啦，个 app 入面啦。咁啊，懒得用嗰个录影 app 啦。咁啊，就显示咗嘅好普通嘅路线图啦，铁路点四路线图啦，系咪？系啦，有黄埔、何文田啦。咁啊，呢部机系好正常嘅啫。咁你哋有啲应该都系咁嘅啫，除非你冇 update 到啦。咁我就有个冇 update 嘅例子，系啦，咁啊。在这里首先 S3 咦他这个说什么程式更新观塘线黄埔站和何文田站已经启用要继续查阅港铁资讯请更新至于最新版本的 MTR Mobile 来进行更新这个是你拨了 WiFi 的时候会出现的画面呢啦，咁我依家熄咗个 WiFi， 即系唔用 WiFi 嘅时候咧，再入翻个 Apps 咧，嗱冇嘢嘅，几有趣。跟住咧，继续显示住油麻地系尾站，几有趣。惊呢个冇自动更新，几开心啊！咁啊，永恒油麻地系嘛？好，我就尝试 keep 住部机系继续铁路1.2啊，系啦，尽量啦，永恒嘅油麻地。喂，搞咩？永恒的啊，唔会更新你个 app 噶啦，依家咁难得冇更新到。依家会其实点解咧？佢呢度蓝咗咧，唔系呢个形状噶，系呢个形状噶，我都唔知搞咩。那给大家看一下两个油麻地站的分别了过去和现在最光了已经咁呢個搞翻暗啲啊！係啦，幾有趣啊！竟然冇更新到，估佢唔到。真係個 app 入面㗎呢個。是冇更新過的 Oops， 撳錯了啲咩？係啦，喺電子嗰度都 keep 到啊，估唔到。係啦，咁啊，曬完咩啦？俾你睇完啦。永恆係嘛？又撳咗啦，算啦，由佢啦。啊，喺度賣廣告，咁我呢條片就呢度啦，咁我下次再見，拜拜。